东去年凭住改编一首日文歌而红遍网络，接 job 接到冇停手。最近佢仲喺新戏中再度表演呢首歌曲添。啲工作人員咧就好開心，因為佢哋冇見佢真人唱，咁我發覺啊，原來呢條水咧可能可以再食多一年半載喎。喂，佢帶住我登台啊、拍戲啊、做過唔同嘢噶啦，咁咪好事嚟嘅，好事嚟噶，繼續揾到我嘅 VBAB， 係啦，同埋嚟緊八月七八月咧，好似中咗一部電影咧，就喺澳門嘅，就會講國語嘅。咁我過咗呢個國語測試啦，係啦，太開心啦，對，太棒啦。